农历正月十三号是三一教主的圣诞千秋，主奉三一教主的新竹市南华宫也在这一天举行盛大的祝寿大典，而新竹市长林智坚也到场祭拜祝寿，祈求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。教主哦，啊，圣诞千秋的日子哦，啊，智坚真感谢咱啊，主理委员哦，林主任委员的邀请，啊，智坚甲着咱民策议员啊，甲咱所有的里长哦，啊，甲市委拢伫来甲遮虔诚的哦，为我们这个三一教主祝寿啊哦。啊，当然，这样嘛，特别就这个机会哦，来用咱三一教主祈福啦哦，祈求咱台湾哦，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啦哦。为了庆祝三一教主圣诞，南华宫在庙城前面摆出平安宴，宴请附近的民众、信徒享用，共同感受三一教主的庇佑。而新竹市长林智坚出生南港，他每年都会到庙里上香，展现其不忘本的精神。哦，今天是阮南华宫三一教主圣诞千秋的好日子，今天就是甲祝寿，办这个喜宴祝寿安尼，今天真欢喜，市长会当来莅临，哦，来关心。阮南华宫当时较早伊也伫遮出生诶，哦，啊伊今仔连续两三年咯，拢有倒来伫咧来甲即个三密教主接受，因为阮诶祖先就是三密教主啊，是安尼啦，吼、哦。三一教主本名林兆恩，是明朝时期的思想家以及宗教家，他创立三一教，获得民众的支持。后来在中国的南方以及东南亚一带盛行，新竹市南华宫就是其中之一。台播新竹林彦斌采访报道。